咁啊，當年咧就係羅家寶先生咧係演過好多嘅長劇，咁當中咧佢自己好喜歡咧其中一套劇就係、是叫做《血戰烏沙》。咁但係佢咧就話好可惜咧，喺呢個《血戰烏沙》呢套劇裏邊咧係冇一首咧係主題曲。咁喺閒談之中咧，崔慶麟先生咧就話我好有意思為佢寫試寫一段曲，一首曲。咁啊，睇下蝦哥中唔中意。寫咗送俾蝦哥睇之後咧，蝦哥就話好中意呢一首曲，但係佢咧冇機會咧係錄呢個唱片啊。咁呢個劇咧，其實《血戰烏沙》就係講述咧河陽嘅知府就呢個嚴天民咧，因為錯判咗一件案，就令到一個良民咧係冤死咗。後屘查出之後咧，將元兇咧係定咗罪處死，但係佢自己非常之內疚，亦都咧係自長身亡以謝罪。佢死咗之後咧，佢嘅夫人咧係念念不忘嘅夫君，亦都咧係不能夠釋懷。於是嚴天民英魂未散，就係托夢係向佢嘅夫人咧係解釋呢件事嘅情況嘅。咁啊，今晚我哋好高興咧，請翻呢個讚曲嘅原唱嘅崔慶麟先生為我哋送上呢曲。火拍嘅就係珍珠腔嘅陳曼紅小姐，有請兩位為我哋送上嘅《血戰烏沙之英魂釋妻》。
为国为民把众之仇。舍身发金手手，英魂被杀归家回原仇，连妻断肠空归手，尚未明何意，我要自断头。惜妻而斗，我要将而否，柔情暖语为妻解哀愁。
鸡公进水，把粮策筹谋，赤胆忠肝，愿可从奸灭寇。乜内涵艰难，一间未计，只令送到天。难得艰愁，敢信心我情天，表率千兵千秋，正不利柳啊！前居为监，无再道灵靠，为夫复营将受受，血战乌沙正气流。
山，便可迎卿救好。咩法未许施怨救我恶官无难事忧为景孝友，持平审案啊，应公正，不为奸臣，不贪有，官宦安得此权高？恶景恶情奸不藏咎，为正义。老龙公我草奸闻名应可断得罪谋发散此世久存难求啊！妻你大义英明，将我夸手啊！Thank you.
人，你劳心啊！边中啊，夫郎一意永世难，为妻子会勉力持家，你无需挂念啊！我愿作
阴阳难再聚。